俊哥来香港殡仪馆送 Coco 李玟最后一程，哇，现在好多粉丝在这里等候呀，4点钟才开始哦，会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粉丝还有明星过来送 Coco 最后一程呀。现在来了很多香港的媒体啊，主播呀，都在这里等呀。里面正在做准备啊。希望李玟一路走好。Coco 李玟一路走好，粉丝们会怀念你的。抖音。